每个人呢都是一般人，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很多一般人都觉得自己对于服装很有品味，会指导别人怎么穿，可是实际上别人根本不鸟你。不过你娶了太太以后呢，你太太就必须要鸟你，所以先生就很喜欢给太太一些服装上，你穿的衣服是沙发上的垫子吗？你是真的在我衣服吗？这很像我小时候沙发上的垫子。这是今年，这是你手啰嗦。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花色，是有点针织的感觉。所以很像沙发上的垫子。你不懂时尚哦。你去靠在床头躺着，就会融入那个床头整个背景。有些时候荒谬的东西反而会造成是很流行的。所以如果刚刚是先生 A 的话，你还敢讲那番话顶他吗？我觉得说 baby 你不懂，他就会放弃了。可是我还是会纠结一下，然后最后如果那个饭局是他的朋友比较多的话，我可能会配合穿比较大众了解的服饰。因为你这样坐在饭局，好，我脱了。不用这一集就脱了。我们今天邀请了三对明星夫妇来呢，看先生有多么喜欢指导他们太太的服装。欢迎你们好。好，其实今天放眼望去就已经很可怕了，就是乱七八糟的样子。不过你最想批评哪件事？只可以讲一件事，就最优先要批评一件事。好多。只可以讲一件，而且不要挑那种，不要挑那种很明显，观众会立刻察觉到的事情。我受不了飞鼠裤，里面还在搭一个，可能是到膝盖的高筒运动袜吧。哦，那个怎么可能有我要讲那个杀伤力大？你还要挑到更可怕的？做轩兄，你把手放开好吗？你有看到 Hermes 的皮白皮带穿在身上搭一个打折裤上吗？可是打折裤我还可以勉强把它想成它也许是二手店买的，有点仿 Hermes， 但其实不是的皮带。等等，这是真的 Hermes 的。对，这是真的 Hermes。OK， 好，你出去。真的还跳一跳白的耶。因为这我送他，他可能想说，你送他白皮带是想干嘛？配牛仔裤还蛮好看的啊。可是他今天这个裤子是有一点想要告诉大家说他曾经是玩乐团的人吗？没有，我觉得他就是想要显年轻吧。嗯，对，想说你等一下，你是整你先生吗？你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整太太们，你干嘛叫你先生穿这样？我没有叫他穿，这是全部他自己配，而且我跟他说你今天想穿怎样你就穿怎样。对，我就不干涉他，因为今天很高明哦。今天你就要先写写你先生的荒谬，来救你自己，对不对？对呀，小小的心机了。那个是珊瑚还是玉还是？好像是猫眼石，是不是？没，那是一个设计师的东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这样，他恐怕就为我们节目精心带来的。可是因为他今天，你是不是有点想要走希腊风？是不是？你说衣服吗？还是说地中海？是地中海路线吗？哦，这个是巴厘岛买的，是没错了。哦，有民族风啦。啊，头吗？你看到他的裤子跟鞋子吗？他是半筒靴，我看到把它翻起来的裤哎。如果佳姐，是你配的吗？当然是他自己穿的。这今天我真的好开心哦，因为我出门，我所有每一次出门的时候，我都想要叹气，没想到今天康永哥跟小 S 姐帮我讲出来。对，是我的偏见吗？还是你们各位徐小可可以接受半筒靴？我没有看到下面，因为我都被李罗哥发型吸引，我没有再往下走。我懂你意思，因为他如果裤子是要这个长度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拿去修改，而要把它折起来？折起来，然后如果折起来，可能就配一双鞋就好了吧？对，其实应该拿去修改哦。而且一般来讲，大家会往里面折，很少人再往外翻了吧？真的哦。可是往里折就代表说是这件裤子还没修改，可是往外折的话，好像摆明了要折。对，他好像想要是弄出。还是你觉得李罗哥你有长高的空间？其实没有了，因为就出门的时候，这黑裤子就抓了就穿了。不，因为你知道半筒靴是这样，就李罗兄，你先坐一下好不好？好。然后你翘一个大型的二郎腿。大型二郎腿。对。所以他们是不是在追求，即使翘二郎腿，那个靴子还是继续延伸到裤子那一边，脚踝不会露。可是如果他就算怎么翘都露不出来，然后后来发现他那双靴子是到膝盖的，吓人呐！那我就再也不想看到。你以为我装一只吗？那周轩，你坐下来翘大二郎腿，我看看。
太短了，这袜子就会对他好一点，他这个露出袜子还合理、啊。对，如果是这个跟这个那个里头扣分多一点。哦，真的、哦。那个飞鼠裤那位麻烦敲一下，对，你就看敲一下我看看。你是在追求不要露出腿是不是？就不要露出肉色的部分这样。所以你里面才故意搭一个高筒袜吗？也不是高筒袜，就是那个因为脚受伤。左脚打棒球受伤啊， okay. 就想说就套两套这样。今天呢，我们是要请三位太太呢，先是穿自己的服装来，然后等一下先生们替他们从衣橱里面选了一些先生们喜欢的服装。不过放眼望去，根本就有很多是灾难呐、啊。是。就是衣架上面那衣服，我觉得旗袍那件我还蛮吓到的。Ben， 可不可以拿一下旗袍起来我看看？正面是这个样子。是真的，这不是应该是游戏代言的时候穿的衣服吗？而且这不可能是在店面里面买的吧？这分明就是定做为了某个主题派对啊！对，你觉得是从哪位女生的衣橱来的？我觉得这上面就写了“佩珍”两个字。佩珍，这是你衣橱里的服装，好准，好准，我真的就是为了小珍的一个生日派对特别定做的，所以一定是她穿这件的时候，她老公觉得非常漂亮，就拿了这套。周娟，是你从她衣橱里挑这件？对，我挑的，我觉得很赞啊，就是因为最近很多那种周年庆啊，那有一些店里面的主题都是这个宫廷风啊、旗袍风，过年有年节气氛。对对对。还是说他穿起来会该露的地方都露很多？不会呢，他其实看起来露，其实没有露很多，就露刚刚好。看点是是紫色那个东西，这个是应该叫猪肝色啦。猪肝，对，这个猪肝色，是啊，这好像也许 OK 是吗？这如果下面配个紧身牛仔裤，时髦的高跟鞋还可以。是哪一位衣橱出来的？是我的衣橱。李罗，你喜欢这件哦？嗯，也是，这以他衣服其实我也搞不是太懂。这件算端庄了，是不是？对对对。有一件我也不太懂哎。其实，首先这衣柜有一点。每一件都想拿起来看一下，拿一件黑外套，黑外套是不是这一件呢？哦，这是亲家母的吗？是什么亲家母？这一件走的是那个，我知道你的品味了。你好像喜欢，李罗好像喜欢华丽端庄，是不是？嗯，有点贵，因为这个应该有点贵啊。是一个黑色的半长不短的 T 恤 ，T 恤啦，这一件帽 T。这件很难搭配，小可的吧？他比较喜欢我穿宽松一点，就是不要合身。如果合身的话，因为他现在还在喂母乳阶段，就上围很会很崩。可是这种短 T 恤会看起来胸部非常大哎，那不就很好吗？因为可是他不要，他胸部看起来太大，他就里面他就要松松的。因为这件他又没有松到会看起来是真的松，他会把胸部。还有别件啊，还有像比如说比较大件啊，这个哈，豹纹的那一件，没有另外一件。豹纹。猫眼吗？对啊，猫眼那一件很可爱。这只会让眼睛变更大吧？胸部大过不大？对啊。这件我调查一下吧，就是会脱汤。你们两位女生喜欢这件衣服吗？没，我不喜欢，我会觉得太 over。陈汉典，下一件那个有钉钉的那个，这件我真的，这一件哦有钉钉的，灰色的，松的，宽松的，很好看啊，是，很好看。这件也是半长不短，跟奶会看起来过大哎。它里面只要穿那种有颜色的裤袜或是 legging 那种，就我就觉得就很好。不过吊挂的时候跟穿上身也许会有不同啊。对啊，是。所以佩珍会买这件吗？嗯，怀孕的时候会。好像造型这样子，嗯，好，那今天呢，三位女明星出现在摄影棚的时候，好像是照自己的意志搭配的服装嘛，嗯，里面的还有意见吗？里面他就会觉得为什么这是雾面的，应该就透明啊。对，因为这个也要管。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露，就是大方的露，不要遮遮掩掩这样子。哦，你讨厌纱是不是？现在就是要有流什么透肤感的衣服，然后不是都是那种蕾丝，我就觉得这样。你这件也挺冒险的，你这件挺冒险的，你不可能不止惹毛你先生。是，因为你知道公主秀这件东西很容易让女生看起来是虎背熊腰，对，她会有点放大的感觉。我受不了公主秀那层纱上面还有小花这件事，就要么它是干干净净的纱，就还有一点性感。我比较受不了，除了小花之外，我比较受不了一半这件事，就是公主秀不能全部是纱吗？就是这样弄一半布料是，
你说这里还又又有这个竖起来，是不是？这个我也受不了。我觉得非常别出心裁。我受不了这件衣服。王多多恶整品身，当场化成儿童台姐姐。作轩，你去那边拿起来，等一下，你希望佩珍穿给我们看吗？应该会选这一件吧，因为是不是？超正，这一件真的厉害了。好了，佩珍去换衣服吧。佩珍麻烦出来吧。姐那样那个纱，我觉得比较合理啊。对，那边就是，那就很单调啊。我知道，花了钱，花钱就要买多一点东西。别致，我妈最喜欢讲别致。可是这样若隐若现的这样子，也是很有让人家很有想象的空间啊。熊家杰那件感觉质感比较好，是蛮别致。对，可是我老公就一直嫌弃。这件有什么好嫌的？当然会嫌弃啊。请说，请说。因为我出社会比较早啊，那时候很哇，那个我十四岁就去阿公店啊，去那个酒家，我不骗你，那个时候啊，就青色全部都是黑色网子，这不是黑色好吗？哎，我现在是说那个时代是黑色，然后还有亮纱，是不是？亮片啊，很喜欢有纱，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佩珍这件你应该也在火大吗？这不会吧？还好哎，反正我觉得那件还好哎。这两件对来说不是一样的吗？没有，这件比较可怕。这件怎么会？这一件我觉得非常好。你也觉得你才会这样穿？而且他明明这就罗马脸，你还可以往上拉的感觉。对啊。很奇怪是，他这个布料没有，为什么感觉好像被人家撕过了？不是，这是设计师的牌子。喜欢整齐的。这是设计师的牌子，而且这件蛮贵的。然后，而且你看它后面啊，就是它后面还有这样子，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漏。哎，这个我也有，好不好？后面你看，后面也是弯，是同一个设计师设计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帮我们来估价嘛，陈大姐，今天你说大概店里面开价多少？我觉得大概6000多。6000，李罗呢？600吧。那件你觉得多少？那件啊，1500跑不掉。这件比那件贵2倍。跑不掉。谢谢。1500。我今天这件你觉得开价多少？这件我觉得是百货公司外面那个那种篮子，在花车的折价品，应该是真的很不适合。1200，我愿意出到1200这件。我今天在百货公司买，因为它是日系的，所以它大概要7980。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我也很害怕，我就觉得也是有点贵。可是我就想说，是在日系的花车上买的吗？不是花车，是当季而已，而且它全年不打折，就是8000呢。对，我这件本来原价10000多，但是打完折，就像小 S 讲的一样，6000多。这件要10000多？对，这一件我觉得很好。可以吧，先生？所以穿这件跟他去参加先朋友的饭局，他是 OK 的吧？没有，他不愿意啊。他就我刚就是制作单位请我们挑一件老公最不喜欢的，他要挑这一件。他说他等一下这一件有话讲了。然后我就想说哪里有话讲？我就想说你看我这边我把它缝起来，因为之前更长一点就会稍微再更露一点，我就把这边整个缝上去，把整个衣服都拉挺上去，完全不会有一点让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会露啊或怎么样，完全都没有了。他还有话讲。平胸这件事他不喜欢，是不是？对，露如果是斜肩还 OK 啦，你看有的整个露下来到这边，哦那个，所以你的极限是露一个肩膀，是不是？对，差不多。所以你很喜欢泰山。那个极道夫人在跟对方赌钱的时候，把武士刀拿出来，然后就把衣服扯下来，看到就很兴奋。那有一种美感，你不觉得吗？我知道。好，徐小可的服装也是先生不喜欢的吗？他应该是说，原本这件衣服的长度是到大概这边，可是因为我觉得太长没有精神，所以我就自己加了一个皮带，然后把它往上提。但是他只要看到我穿裙子，他都会问说有没有穿安全裤。哦，对啊，即使是有穿裤袜，也要在乎这件事吗？对，而且即使是裤袜是不透明的，他都要在乎。有裤袜 OK 吧？裤袜 OK 啊。可是他今天蛮乖，他有穿安全裤啊。嗯 ，OK。没有穿安全裤。然后，穿这样哪需要穿安全裤啊？外套你有意见吗 ，Ben？ 我觉得毛太多余了。
可是没有毛，这件衣服没有好看的点哎。你说他的外套那个毛太多余，那你看看你今天自己穿的外套，你整件外套不都是太多余吗？这个外套是自己买的还是太太给你买的？他买的，是我帮他挑的。对，因为我喜欢是他在后面，后面就是有。线条感，对，但我是希，但我是希望它里面可以不要穿了，里面有露肉吗？对，肉，因为它后面有刺青，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是有场合换这件的穿的话，对。李罗，你有办法吗？李罗可以穿出别的生命，哎，就是真的是在路上被人家砍杀。后面三条被抓。李罗，你愿意试试看这件吗？可以啦，穿我觉得超好看，就看到男人的肉体。可以啦，李罗，你进去换一下好不好？这件，这件就是你的故事啊，这件外套。不要穿衬衫，就穿这个外套。可以。不要进去换。没有，来来来，罗先生好了吗？好哟，来麻烦你出来好不好？好了。哎呦，辛苦你了。这个衣服后面会凉吗？哎，蛮凉的。太好看了，通风，好凉哦。李罗大哥，请问后面这个应该是被砍三刀吧？这个好像是被爬到的。我看一下背后，很好看哦。可能是恐龙这样子，抓一下。对，怎么会有这个设计？很好看，对，而且它其实是一套都是豹纹的，但是我觉得男生穿一套有点多，除非你真的里面不要穿，它就是有个重点。我觉得这件只有李罗撑得起来。对呀，琼芳姐，你为什么不让你先生穿这样？我愿意呀，因为其实他就是只要造型师借给他的衣服，我都觉得很好看，因为他的衣柜只有黑色，黑色，黑色。你再怎么样上节目，方便攻击嘛。这衣服很有李罗。这一件真的好看。阿根不会也换上李罗衬衫吗？好像是哦。真的吗？是我们欢迎。好看啊！好看啊！不错，你这样穿不错，这样配好看。来走一下，走一下，一定要有那个脸这样。哎呦，我觉得你们穿对方衣服比较好看呢。对，哎，我觉得还不错。可是我不喜欢穿衬衫类的衣服，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好像绑手绑脚这样。你里面为什么一定要穿那种半高领的 T 恤啊？我没有，是里面的 T 恤，我没有换掉。他没有换掉，没有换掉原本的。我觉得这样很搭，就会有味道。真的哎，你们应该去互相的家挑衣服。不过这样去牛郎店，大家还是会点李罗，对不对？对，还是会觉得，你会觉得李罗其实他一转过去的时候，好了，包整天，你就想说啊，被砍还来上班了，真的很需要钱。好，今天呢，先生们从太太衣柜选了一件他们中意的衣服，然后等一下要让太太换上哈。那作轩，你去那边拿起来，等一下你希望佩珍穿给我们看的，来，那会选这一件吧？这，哎呦，是，哦，你喜欢这件哦？因为我想没有男生不喜欢豹纹这件事情。可是豹纹会不会很容易就感觉风尘味比较重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外面。玩耍，所以就只好自己在家里。佩珍如果穿上这个，然后跟李罗就会，可是勇气好大，跑入森林中嘛，像少年拍里面的老虎。真的，我觉得有些男生很喜欢豹纹、老虎纹，还有什么斑马纹，或者是。长颈鹿纹，就是只要那种一个一个的都很喜欢。既然是你先生喜欢，你就去换吧。那应该给佳姐姐穿呢，这样跟你们哦，就狂野呀。对，真的吗？所以这前面还蛮露的，真的应该露到那个。对，前面你要怎么办呢？其实它是。哦，这样可以吗？其实它两面方便哺乳吗？两面可以穿，这边可以穿，前面就会露胸，那你也可以反过来，前面变成是圆领，然后后面露背。S 就会觉得这件不用换。因为这件就是也没有任何搭配性啊，它不就是一件洋装吗？而且佩珍感觉常穿这种衣服啊。那个蓬蓬裙我看一下。蓬蓬裙，哎呦，这个是怎样？蓬蓬裙要搭什么？这个蓬蓬裙，它是因为它其实是母女装，就是它我女儿有另外一件小号的。母女，然后还有一个娃娃，所以它是一次买就是有妈妈、女儿跟娃娃。
然后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一件。你去那个衣架前面选一个上衣，让你太太选上衣，从别人的衣柜选好。OK。我那个帽T啦，刚好可以露那个肚子啊。我应该会选这一件吧，因为我是超正，这一件真的厉害的。好了，可以先去换衣服吧。李罗超用心挑选，熊佳杰像做劳作作品。从别人的衣架上，从你背后那个衣架上，好令人紧张哦。先生，你需要送医吗？你被砍了三刀。熊佳杰出场吧。OK。我觉得不错，OK。可是裙子一条一条，你懂吗？连我都这样看，连我都不太懂，你懂吗？这裙子很像我女儿的劳作啊。如果你穿牛仔裤搭高跟鞋，先生 OK 吧？这完全是好看的，可是好像李罗不同意，是不是？对，因为他觉得牛仔裤就是要搭球鞋，对啊，所以我就真的整个那个价值观都毁了。谁跟你讲牛仔裤一定要搭球鞋的？没有，因为主要是佳姐她有些观念很奇怪。我觉得观念奇怪的人是你。没有，她就像我们有一种棉质的那种。运动裤没有，旁边还有一条白线，那种棉质运动裤。你说运动裤？对，有时候是很短，已经到了大概从八分的已经那样子，然后他出门居然马上就随便抓了一个 LV 的高跟鞋。嗯，那一次是之前很流行的一种。那个上面稍微有点蓬，然后下面紧，然后绑绳子的那一种裤子，然后到七八分，但是那是要配高跟鞋才会好看，是黑色的，他记错了，然后他就立刻叫我说回去一定要换裤子，因为听起来完全是李罗不懂那个时尚搭配法吧？对，错，我真后悔，因为我手机掉了，我上一次手机里面有很多证据，等一下让李罗选哈，因为看会不会比王作轩更糟吧？啊，作轩选好了哈，然后穿在佩姐的身上。还佩姐麻烦出来吧。老皮弄在外面的话 ，S 塞进去还是拉出来？他如果把它拉出来的话，他就会看到他的内裤。因为一个是透明的，对 ，OK。然后就会变得很宽啊。黄作轩，你在干什么？就是因为真的没有衣服可以选啊。怎么可能没有衣服可以选？那你当初挑这条裙子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没有，就是上面随便他配啊。我只是觉得，哎，母女装很可爱。其实为了女儿，妈妈是为了要配合女儿穿。其实上面就一件可能紧一点的 T 恤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你真的有跟你女儿同时穿出门过吗？还没，我还鼓不起勇气，因为我觉得女儿穿看起来很可爱，可我穿真的太装可爱了。老妇闹脾气。对。你要再换一件才能坐回来吗？还是你这样可以坐回来？我这样可以啊，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发现佩珍好为难你，不好意思。看看有没有别的想法，好，谢谢。李罗，你可不可以到你太太的衣服旁边去？哦，可以。所以你太太的衣服当中，你最喜欢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会抓一件洋装，然后再抓那件西装外套吧。OK。那李罗，不准选你太太的衣服呢？从别人的衣架上，从你背后那个衣架上。哦。好令人紧张哦。这件吗？就是一件。你真的对衬衫情有独钟哎，那件很薄哦。你如果选这件，你就要搭配出里面或者是那边好像有裤子。先生，你需要送医吗？你被砍了三刀。你后面被砍三刀哎。被砍三刀。要砍选一，砍三刀很感人。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安全一点吧。嗯。哦，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哦。是。对。你决定了啊。
这件跟你被砍的那种也是有一点搭配。就你们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有意义是吗？到底是欠人家多少钱？感觉是夫妻拿刀互相砍的，这个就应该不用搭配什么了吧，对不对？你要这件吗？好，这个这个。好，来熊大姐换这件吧。哦，很好看啊。这件应该蛮好看的啊。请坐，请坐。凉了，凉了，你感冒了。小可，你替你先生买这件的时候，你是希望他这样穿？我是希望他这样穿。那这样子随便谁都可以塞东西到他衣服里面去，就是丢垃圾。但是我是拉下来丢。他后面，因为他没有骑摩托车，不就会整个都膨胀起来？很凉哎，很凉啊！而且因为他前面没有，就是像李罗大哥这样有胸毛，就比较性感，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后面可以露出刺青，我觉得男人味会出来。你觉得这件豹纹被砍杀三刀的外套，王作轩会撑得起来吗 ？S 既然开口了，我想。加油吧！里面有人在这边，来这边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就来了。可是你这样就要把作轩的衬衫塞到李罗身上。李罗大哥可以走学院派吗？OK， 可以 OK 了。我怎么想不好？所以今天三个人夫都换衣服了，互换衣服。佳杰换好了，对不对？嗯 ，OK 吗？就是刚刚来的时候，其实大同小异。好 ，OK， 来佳杰出场吧。好看，给他走一下吗？对呀、啊。好看吗？啊，就是。很安。应该是说，应该说鞋子可以再换，有个性一点。个性一点的鞋子。嗯，对。可是为什么这很像我女儿？你先生被我们送去是是是换衣服嘞。这件很像我女儿 DIY 做的灯笼哎。是。哇塞！哎呀，哇，两位。整个气势好像又比较好，不错哎。虽然你很为难李罗，可是他这样子也 OK， 然后你大加分呢。嗯，对啊，因为就是让病人知道，即使我被砍三刀，我一样帮你开刀。你比较撑不出来砍三刀这个故事，可是至少你的正面是有一种好像历练比较丰富的感觉。嗯，而且你这么戏剧化衣服竟然可以撑得起来，很厉害啊。哦，谢谢。可是我很意外你可 OK 哎，而且还塞得很紧哎，很难呼吸，蛮紧的。是，可是你也很少穿这样哈，很少。不是很好看，怎么了啊？很好啊，很好吗？对，真的。你是少数穿衬衫然后G2不会让人家觉得恶心的。对。我觉得你们三个人都这样换过以后，你们牛郎店生意普遍会上升，对，会好很多。所以三个牛郎都比较有竞争力的感觉。你是不是坐不下来？你说坐不下来，让你换。可以坐吗？可以，当然可以。会崩开吗？是有点可以，还可以耶。所以你看到你太太这件了吗？还没看到。你要去看一下你的裙子的那个设计，那其实会有点短。哎，我觉得不错哎。OK。可是裙子一条一条，你懂吗？连我都这样看，连我都不太懂，你懂吗？这裙子就很像我女儿的劳作啊。阿Ben独特眼光，徐小可晋升欧巴桑。阿Ben，你在别人的衣架上可以选叫小可换的衣服。哇塞，这一整套，哇塞，这可以试试看吧。哇塞，来小可试试看这套吧。怎么办？我看到一个欧巴桑。调整好了，来出来吧。有什么事吗？欧巴好气。他怎么会这么老气呀？大家出球想叫你嫂子。裙子一条一条，你懂吗？连我都这样看，连我都不太懂哎，你懂吗？这裙子就很像我女儿的劳作啊。
那个两个男生换了衬衫以后，真的气质都变比较好哎。嗯，你白衬衫气质比那个真的，你穿白衬衫很帅哎。对，真的。你如果穿料，愿意尝试。你如果穿料子更好的，然后就是挺的，都会很好看啊。把袖子卷起来，他如果把头发抓乱，根本就是一个那个意大利的男性。对啊，就可以骑重，可以骑重机出去。欧洲的帅哥。好吧，下次弄一集完全给造型大。真的吗？造型大。其实熊佳杰，你有叫他改过发型吗？对不对？有啊，我有跟他讲过。他三天两头就会讲一次。李罗，你愿意让你太太试试看那件旗袍吗？哇塞！哇塞！其实他没有很露，李罗大哥，他真的没有很露。你有穿安全裤吗？我有啊，我觉得都是看他的心情哎。好啊，你今天心情好好。他现在穿白衬衫很帅，心情很好。李罗，你有不想要让你老婆太露吗？这件会不会很露啊？这件看起来线条会非常明显，线条吗？线条明显，线条不怕啊，是我怕会不会？啊，陈佳杰换换看吧，好。干嘛看你先生一眼啊？你怕骂你啊？来，请坐。所以，这个王作轩当初买这个衬衫的时候是希望。我其实是专门为了节目吗？没有没有，我就是看到这个袖子啊，就是很像。想象袖子拉起来，但它其实就是固定的。OK， 可是你自己本人应该不会去衣服店买这件豹纹。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穿。我觉得过了那个年纪。佩珍，你是有穿某一件衣服惹你公公生气过吗？这是他害的，因为我知道我公公是。他很像儿童台的主持人。姐姐，佩珍姐姐，佩珍姐姐，对啊，姐姐，那个蛮像是儿童台的吉祥物还是什么。之后我知道我公公很保守，所以我每次只要是要跟我公公婆婆吃饭，我都一定会先回家换衣服，一定是换到高领的，或者是扣子扣上来，然后裙子要超过膝盖的。那有一次，工作结束，我是穿着平口小洋装，因为主持外面的活动都是这样。然后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回家换衣服。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已经来不及了，跟爸妈约吃饭，那就直接去。我就想说真的不行，然后他就那时候说，哎，来不及算了，还是准时。我一去，我跟你讲，整个晚上我公公都没有正眼看我，然后也不跟我讲话。所以他怕正眼看你就忍不住会就是什么，扑倒在地上。公公也太兽性了吧？正眼看你，眼神就无法离开啊，是觉得太漂亮。我觉得他就是觉得不是。我觉得会耶，他就觉得不是。男生就怕眼睛控制不住，一直盯着看。对啊，有时候会不小心就露出那个他在看哪里啊。然后嘴角就会浅笑。我公公就是一个很就是很自律，然后很庄重的。作轩是认为爸爸不会在意，因为他那个瓶口的，我觉得都遮了。就年轻人来讲是很普通的。对，我觉得真的还好。他有真的开口说这样穿不恰当。隔天，当天没有讲，当天都不讲话。跟你还是跟佩珍讲？跟我。跟他讲。他怎么说？他就打给我，他说我跟你讲，你跟你那个那时候还是女朋友，他说你跟女朋友讲，以后不准穿这样子。爸爸受不了。爸爸动不了。对，没有，他说他可以理解工作时候穿这样子，是，但是一结束工作要马上换回合理的衣服这样。你在干嘛？他在变脸，他在变脸，罗哥，这个你在干嘛啦？我觉得这件可能超越李罗的时段，很短呢，很短。这样我们反正让他走一下，不会让他坐下好了，或者坐下盖东西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哦，好，熊佳杰来出来吧。好美啊，好漂亮的腿耶！走一下吧。是夫妻两个一起在过夜生活。哇！看你帮他拿一个可以盖住的东西，这个外套给他盖上，很好看。所以先，这很好看。我看看这个超过尺度对不对？啊，完全超过你的尺度。还好他有穿安全裤了，不哦啊。在找什么？啊，主要是。很好看，佩珍当初选的料子太像游戏的代言的，哦，对不对？对，这不是正常旗袍会，所以本来就在追求戏剧性这件事。对，然后就是改良式的啊，所以也没有扣扣子啊，就是一定要有点挖胸，然后脚又开叉。OK， 他们俩坐在一起，完全就是小姐跟趴车小弟之间的，可能这个
比较感人，就是流氓跟儿童台的主持人，这很感人，就是真爱，就被杀三刀，然后还要来约会。那个猫脸那一件是你帮小可买的，是不是？没有，是我帮他买给他穿的。对，那件是男生的，我不会穿。那件是男生的吗？他的 size 是女生。他是男生的，是吗？这是你买给阿 Ben 穿的。这个男生不可能穿的，他穿啊。阿 Ben 不是你的，阿 Ben 你去穿我看看。我靠！他说他买给你穿的，不是从来没穿过，对，我以为是他的。所以今天穿穿看呢？你要玩那么大吗？这东西？其实那件，其实那件桃红色也是买给你的。等一下，你们是在闹吧？你不是真的买给他？这件是买给他的，这件是买给他的。可是他这个袖猫眼这件是买给男生穿的，买给他的。我发誓，真的。你讲真的哦。我发誓真的。然后他一次都没有穿过。他没有穿过。等一下，小可，我请问你，你是认真买给尹先生的吗？我是认真买给他的。如果你是，我们就让阿边穿。我是认真买给他的。我是认真不知道。我是认真买给我老公穿的。因为如果要穿出这个的精神，阿 Ben 要把里面那个白 T 恤也拿掉。我觉得要，而且他毕竟是歌手，所以他可以撑起各式各样的服饰。把阿 Ben 去换吧。你帮你老公买这些衣服，你不觉得他穿上之后你会更不爱他吗？我没有想那么多哎，因为我觉得他裸体都好看，应该衣服也 OK。哦，对，是，而且猫眼看起来就很。别的猫眼，对，这次我不觉得有哎。所以你一直在追求他的感觉吗？因为你的豹纹外套也是啊。对，我觉得会不会影响 Ben 之后接的发片计划啊？不会，我觉得这对他以后如果要发片歌手的角色，大家会再想。给我想的好一点。对啊 ，OK 的。虽然不合理，可是 OK 啊。把 Ben 出场哦。出来不会啊，就是要短一点。这是不是有点像是他快要去开 gay bar 什么之类的？有，有一种在 gay bar 的柜台后面调酒啊，对，很好看。而且这个肩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就是给男生穿的，对啊，这女生的，这个整个领口跟袖子是女生的，对啊，真的，你太荒谬了，哎呦！对，好恐怖。所以你就是要看到他这样吗？这是你要的样子是不是？我觉得还不错啊，就偶尔在造型上面有一些突破。对，他现在是不是很像那个漫画家的纪念馆里面的那个卖的小钥匙圈？因为起码他表面积比较宽，所以他把猫整个脸都撑出来。阿Ben，你在别人的衣架上可以选要小可换的衣服，最左边这个。哦，有一点像小鞋尖，所以传说中的鞋尖，就是传说中的鞋尖，好，这个配针也完全可以穿啊。对，小可应该也 OK， 对不对？但是会太短吧？不然我们就让小可换毛毛的那一套好了。那这一套好跳痛。对。哇塞！哇塞，这一整套，这里面是配西装的西装西装裤，西装裤，对。因为听说李罗非常喜欢西装裤。对。哇塞！哇塞！这可以试试看吧。哇塞！来，小可试试看这套吧。这套是端庄的啦 ，OK。怎么办？我觉得因为佩珍现在不是已经穿了那个儿童台姐姐的服饰吗？她老公如果一定要跟她讲究很搭配的感觉的话，势必是得穿上那件猫的上衣。这样你们俩才会有一致性，不然现在就是风格会有点怪搭，是不是？猫上衣配那个老皮的 T 恤就才是真正的一对一组，对。做胸 OK 吗 ？OK 啊。你可以换掉你这件吗？换给做胸穿吧。为什么他应该穿一个花色的衣服啊？哎，李罗，刚才那个牛仔小短裤，你太太可以穿吗？怪怪的吧？但是如果是 T 恤呢？怎么了？年轻。可是如果里面是配彩色裤袜，就看不出来那个肉的感觉。这个，我觉得里面再搭一个这个，对，就不会。哎呦哇，一个新的团体出现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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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先走一下吧。摸远好滑稽。这件太古怪了。我觉得穿这个，我真的晚上会做噩梦。你站起来，我看看。爸爸，那是什么？我小孩子可能很怕这种，他们很怕这个很大的。因为这种还是好像轻面料。T 恤有一种风尘味，对，就是。因为他袖子这边还飘飘的。对。这袖子什么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请坐。怎么帮我看到一个欧巴桑？我也。大哥好不好？来，出来吧。出来吧！有什么事吗？大好事！他怎么会这么老气呀？大家出去会想要叫你嫂子，我想叫你嫂子感觉。哎，你这种瘦的人穿上这个真的好，穿这种衣服，而且这种瘦子穿上去就觉得好没有精神哦。不会，就是显得很。他比较接受哎，他就是显得很那个。这件是我老公的最爱。他有一点像企业界的什么老板之类的样子。对，但是企业失败也不会哦，没有，企业是成功的。我觉得就 OK 哎。可是就是年纪彻底的是大了20岁，我这么老哦。Party 的主题是有钱的欧巴桑的话，他就完全就是达到满分呢。对，这套很妙，很有深度。这套就是真的上了年纪，可是还是愿意说不能藐视我的那种人。而且定期会去打一下玻尿酸啊，对的那种。参加福伦社聚会，对对对，感觉会钱也是收得很齐的那一种。所以有要让他老婆穿那个短裤配彩色裤袜吗？短裤配彩色裤啊，哦，里面有彩色的可以了，只有短裤就不好吧。可是就会变得是很不像你平常的老婆。来，佳杰试试看这套吧，一定会超挑的，就很年轻，就很年轻，就会跟你现在的打扮像一对夫妇的，是吗？嗯，因为你现在坐在小可旁边，小可就是到牛郎店来消费的，大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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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你怎么那么想去牛郎店消费啊？你有办卡了对不对？看起来像 VIP， 而且感觉他绝对是开大宾士的那种。对，啊，佳姐好了，来出来吧，欢迎啊！如果这样 OK 吧，还 OK OK 啊，对啊，所以裤长裤袜可以保护这个就没问题，可以可以可以。可是这样就很不像李罗的老婆啊，很像他女儿哎。下次叫李罗把头发放下来，可能就会比较搭配。我一定改天要平板一下，我可以年轻的，真的可以年轻的。所以我们三对夫妇今天都被我们改好了。嫂子，嫂子，来改成这样。第一对，第一对一起走的是熊佳杰跟李罗来一起。耶！年轻，去吧。这是小可跟阿 Ben， 耶！送跑车给他，送跑车，送跑车给他。小可录影要快啊，他后面还有别的会议要开。我觉得董事长会在他身上破很多费。好，最后一对是儿童台姐姐跟。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已经有人打来取消了？